OK， 我们现在103已经有了嘛？我们看有没有什么。刚这个没有去嘛？哒哒哒哒。谢谢叉叉网。我刚还有一个地方没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嘛。呀呀，总算是找到新点了。刚一想说这里嘛，哎呦，又是雨哎、欸，又是雨哎、欸。这。你敢讲，我就继续玩下去。这树木都被插的感觉啊！哎呦！安，What happened? What is this? 好像电线干扰一样。教师在办公桌上面放着，就是 OK， 正在批改的作业啊。我、哦、是不是要拿给他？给他批改啊？老师，请帮我改作业。有了，我们要回到新的时空了。哎呦，这是刚刚的另外一边嘛？神社，方同学，帮东二，好好，已经批准了啊。中华系列让邓来还行啊，行规，每个老师还走啊？什么方面的协助呢？啊？如果没别的事，就回教室吧。老师还有作业要看，哎，感觉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了。难道你喜新厌旧吗？哎、欸，又是个谜，又不见了。我来看一下辅导记录吧。辅导记录不结束了，不管写什么，只剩下冰冷的别离。啊，冰冷的别离，这里还能走吗？这里不行了，我们再走。什么超邪恶？那超邪恶。好，进来照。被记两次大过，是哎、欸，在以前这种时代，哎、欸，谢谢一，哎呦，上天开了另一扇门，这扇门破了，我们进去吧，谢谢你的订阅。来看一下，有了辅导记录，还有纸飞机，这两个都还没用到。整个房间越，哎呦 ，I see myself， 失恋了，这会让我书读不下去啊，这个。突然这样子形影消失，是否看见自己在那边也觉得蛮奇怪了？这哎、欸，这感觉是讲台呢，这感觉是讲台哎、欸啊，不能找，只能这样找。噔，啊！用这个给他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用的，这给他也不是这样用的。纸飞机，好，总算是啊，三个拆一个。棕色的玻璃瓶射出青岛，发挥出人心腐败二者父亲的咆哮声，回荡家中，一桌碗盘都被扫到在地上。OK， 一连串的轰炸之后，留下母亲低声啜泣啊！我的家庭曾经可爱整洁美满，要看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是这个。OK， 如今每个夜晚难眠，每个清晨难起，日复一日没空闲、欸。其实，在这种环境下，真的是蛮痛苦的啦，对不对？我被打碎成千万片，然后等，哎，谢谢陶启龙，谢谢。哎，灯光暗了，嘿，我又望着窗边，我们再来窗边看看，把教室定买的，哈，加我生命名，哎，借蛋花有生命，加新物和一款，想着即将见面，脚步格外轻，穿过500家灯火，越过五彩霓虹，得，连跑了。电影潮节目，我们却已经出戏了，是在讲刚刚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聆听你的细语，感触你的气息。哎，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也差太多岁了吧，对不对？等我想留住那一刻，直到永恒啊！真的病了，谢谢易红，谢谢。哎呦，躺床了。点，给他看辅导记录。突如其来的必不见面，哎呀，老师给人家吃的又不理人家了。你能摸到的空气也如冰点，冻住了我的心脏，就可怜你了，一个痴心的小女孩就这样被老师给拐骗了。你可以去告他侵犯未成年少女。天气不是问题，哎、欸，上帝开了一扇门了，我们走过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哎呦，不一样的视野啦。张明辉，那应该来讲一下啦，啊，这还可不敢切嘴。
尹小姐。哎呀，直接用店名称呼安尼哦。你到底是想干嘛啊？对那孩子出手？独自在海外求学？也很欣赏他的侄子，屁话！你就带他走钢索啊，让他死吗？不是到拉到你的怀里啊，重点来了，只是拉一把，不是拉到怀里去啊啊！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你管不着。哎呦，直接抢了呀！你顾着搞你的浪漫，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？我们都在同一条船，你别忘了。我哪有变态呀、啊？来来来 ，OK 了。到底，门外有一个身影呢。安安安安，等等，没了。哎呦，又回到这个眼镜的地方了，又回到眼镜的地方了。来看一下，好多眼 ，My hand, my eyes。哦 ，My background。哦呦呦，愤怒了。哎呀哎呀，开始在回忆了，开始在回忆了。哎，这不是微重体吗？哇塞哇塞，要杯啊要杯啊要杯啊，他写要杯啊。哎呀，老师啊，老师老师讲错了。老师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哦，所以麻袋是他耶，然后开枪碰，他就死了。哎，好酷哦！这个故事真的很棒，重新忆起就是再次的重启。我的灵魂破碎支离，直到拼凑不出自己，最后忘了一切啊！再睁开眼，现实已经是荒芜。噔噔噔噔，没了吗？哎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哎，被害人道歉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像我们一般国中会看到的这样子啊。来来来，还要写脏话。我王日什么？王光日到此一游，092684什么？这个是校友吗？还是这个是谁？嗨嗨嗨！还有什么？没了。恐怖啊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要害怕。嘿，又回来了。他就变成一个冤魂这样子吗？眼睛睁开了，他刚刚有说，就直到他醒来，已经成为一个荒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又可以走嘞，又可以走，哎，回到这个公有室啊，这边不能，啊，这边可以走，这边可以走，什么？先奸什么？强奸校园了，哦？我看这边还有什么？有317吗？没有吧？我没空，但是现在很卡机。这边啊，这边要再走，我看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又回到原本的一个地点了。哎呦 ，I see myself。生命会消逝，然而罪尚未磨灭。我就是你，然而你还不是我。哇，好深奥，哦！罪业使你徘徊于此。哦，安安安安。哎，他那个声音好酷哦。折腾跟磨难，名为方瑞欣的你最恐惧什么？要选什么呢？失去自我好了，他刚刚自己也有说嘛，相信人生而自由，渴望活出自己，害怕失去自我，更胜一切。你就是我了，耶！成就解除，我是方瑞欣，我们已经变成他了，哦，已经变成他了，哦哦，哎，现在又不一样了，哦哦。讲话就变成他就对了，所以又可以走出去这样。我们再走这边看看，会到几点啊？不一定呢，不一定。我先把它破完了，应该还没破完吧？我们再走。刚老贝贝是为重点啊，真的。哎呦，时空不一样了，时空不一样了，整个学校真的都变荒芜了。上去呢，一定可以找到谁的。这个女厕所门被一股力量堵住了，这边都不行，我们再往这边走。我们一层一层的搜索看看，这边可以上去。OK， 这边呢？这边呢？
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希望的炉火几近枯竭，只能在风中无力摇曳。哇塞！会冲突到啊，有些内容会冲突到西尾厂的想法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百般试兵，让我们认真完善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吧。还是不厌其烦的同学提醒，这个谁啊？读书会啊？魏仲廷，有件事要麻烦你处理。哦，是关于新硕士吗？我已经把书目整理给张老师了。他说校运船运已经不愿意配合了。怎么容忍这基层？不久读书会可能要停了，所以他们不能再这样聚在一起了。老师，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？这是真是无可奈何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张老师从没带书给我们，对吧？张老师又是谁啊？张老师几项？哎呦，又回来了！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这边有一张纸条：新增笔记简报、黑名单、返乡安葬、黑名单呢？英翠啊，哎，英老师，英翠啊，张老师。OK， 好，英翠喊啊、哦，我们再去往这边走啊，这边还可以走啊，这边不行了、啊，它这边可能是一个地方，一个东西哦，哈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现在越来越暗了、啊，我们再走，三楼还没去，对不对？三楼还没去，现在时光飞逝啊，暗。哎，这间可以进去吗？我看一下，这间没进去。哎呦，又看到我了。哎，这个不能跟我讲。往前是通往记忆的门，然而路已崩毁，请领我过去，我会如影随形。OK， 哦，换我们用了。这边我们再走，这边阿弥陀佛，门坏了打不开，我身上没什么东西可以用了。哦，把它带去后面了、哦。为什么要绕一圈啊？这个逻辑真的超怪的。好，我们绕一圈。哎、欸，有了。OK， 回想入学时，你充满了热忱，尽力参与校内活动，表现才能，得到师长与同期的关注。后来家里出事，会不会跑一跑走走下来？不会啦，全都变成不想面对的眼光。于是你选择了。这个选择应该会跟你的那个有那个哈、哦，选择平心面对，不对吗？要回来，妈呀，要玩多久啊？好难哦，这里没有生者，连思想也一起葬去。哎，又回来了，他们在烧书哎。什么？你就是对，画面写你就是我，答对了没讲，所以回答答错，回答你就是我就对了。哦，是哦，来不及了，他不认同我，嗯，我也不认同他。我说魏仲廷，魏先生，魏同学，你跟殷老师比较熟，听说他已经连夜出境，是真的吗？这不清楚，什么都没讲。他这种关系都跑了，我们是不是很危险？结束，但为什么要流出去啊？我、哦、后面好复杂哦！快点上，快点走吧，会被发现的。哦，时空又穿越了，好猛哦！我们再走吧。哎，又来到一个庙了。判决书。上千乱判，詹明辉、分联相及公教人员与学生犯卧、未犯等均有违匪工作的事实，你办呢、被判刑了。然后呢，又不能走了。
焚书坑儒。OK， 我们再回来。有两个结局啊！哎，又看到魏仲庭了。我们再走，我们再走。好啦，不要这样子嘛啊、哦！那个虽然有两个结局，但是我们还是都会玩呢、啊。不要这样子哦，好跟坏不一定说一定是要好的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来看一下，又回到本兽了。当初进来这个镜子还裂掉了。再来看一下，再看。廖北啊，廖北啊，一勇乖了呀。门上有一条的抓耙子，把扫把拿开吗？拿开吧，不拿开还不行吧。OK， 时空穿越，开门。到底是谁了？哎，又回来了。哦，又回来，又回来，又回来。噔噔，好像又有那个莽村通的歌咯。看看，哎，又回来音乐教室了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呢，有在这边呢按一下那个钢琴，有没有？好好听哦。哇，魏仲庭。又变了，又变了，又变了！啊，难难难！时空扭曲啊！新增一个手机手札，怎么当下迫着自己，在恐惧呼吸着恨，整治他却一要去从人世永远逃逸，未留只字片语，畏惧悔恨不得而知，只剩茫然费解，盘旋脑海，直到中间。OK， 青丝皆辞世、欸，我应该往这边走了哈。OK， 我们再从这边走。呀，音乐教室，噔噔噔，这边再走一下，每一间都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回来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存档，哎，要存档吗？不要存好了，因为存的话我就不能从这边来了。OK， 我们先走。哦，又回来到这里了，这不是出口的位置吗？礼义廉耻加在国文课本里。哎，我们的分身又到了。推车上有一张纸条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推车，所谓推车的部分。拜拜拜拜。打开灯，可以跟他讲话，又变成他了。再过来，打开灯。哦哦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这样应该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再跟他换过来。下定决心，呀、yeah, 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并行动。哦，这是他的哲学，让人感觉命运掌控在手中。在他身边的你，又抱着什么想法呢？好难选啊，顺势生存，好不好？这样有认同我，又不认同我了，我够懒的啦！开什么玩笑啊！来来，我哎、欸，我出来了、欸，又不能走了，怎么老是选到不行的、啊？我觉得这边好难哦，这边这不是简单的、欸。又选错了哦，他是只有一个是对的，是不是啊？鬼打墙了，鬼打墙！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出去了，我们出去了。无论重演多少次，那一刻已经成定数。没关系，坏结局就坏的嘛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。哎呦，教官呢、欸？教官呢、欸？教官在处罚我们了。莫非他发现了这件事情？白教官提到了苏丹，被他发现了。国家感谢你的协助。Oh man, oh man， 跟他讲话看看。你以为你自己找到依靠，从此无需恐惧啊？那有一天，他就这么阴森的离去。面对失去依靠的现实，你作何选择？
抢夺挽回。既然都坏了，管他了。教官的目光锐利，让人窒息。你绷紧神经，表现毫不迟疑。OK， 在那瞬间成为坚定冷酷的爱国者。你就是我。哎，他认同我了。来吧，这太厉害了！这个交错这样子玩法真的好猛哦。OK， 又跟着他走吧。这个老阿伯真的是很猛哎！我刚刚那个应该选对，应该就是要强势一点点了啊、哦。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看。OK， 跟着他走，顺势的走。哎呦，来到久违的天台啦！久违的天台啦，该不要跳楼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惊一个啦！吸根烟，吸根烟。又不见了。OK， 时空又转移了，我们又得继续再走下去了，是吧？走吧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看一下。OK， 再走吧，我们再往下走。还有哎、欸，每一个楼层都有一个。也许你还是忘记，也许你还是害怕。遇到这种事情，谁不害怕呢？啊！而且在以前的时代 ，OK， 又来到不一样的地方了。来吧，面对自己的心声，却没有选择坦白。我就是你，但你不是我。啊！真的失败了。有报应了，有报应了，有报应了。哇塞，血流成河了！反正现在Steam排名第六。哎呀，哎呀，又回来，又回来了。旅程已经尽头，此地莫穿冥河。OK， 罪孽依然未解，彼岸依旧难渡。于热身热烈响起，典礼等你莅临。Oh my god， 我要死了 ！Oh my god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要坏结局了，好多人都死掉哦，所以一开始那个血流成河流到这里来了。欢迎来到地狱，不错啦，每个结局都有每个结局不一样的感觉嘛，我们下次再来破个好结局啊。来了，准备开门了，准备开门了。Welcome to the 全校师生莅临，我们回来了，四维八德。好，这集要全部对啊！哎，我怎么没上去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不容易哎！这个如果没有看的人怎么会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Dark Side。哦，要被掉头了！来吧，各位观众们，即将上演我们最后的一刻了。我们要与大家永别了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我们要自杀了。这样上来讲可以吗？好啦，我觉得其实玩好玩坏都没差啦，反正就是体验到它的感觉。但是我是蛮想要看看好结局长怎么样。就这样了。醒来时已荒芜，已荒芜了。我在配音啊，对啊。哎。他那个钢琴好好听哦，坏结局 ，Oh my god！ 下次玩正确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下次玩正确的地方。